好好好，我们要认真来打。Time to work. Time to work. 先隐身，对方看不到我。再次行动，没有要干嘛？好，这次要大胆一点了，不能再那么的那个罗兰枪骑士。我一直以为那个战士才是主角，就一直忘记。Time to take flight。是吼。看一下哪一个威力比较强啊？哦，短弓的威力比较强。Take that。喂。好。然后。There is no mercy。战术是走向前。然后战士往前攻，等一下，我怕我被包抄，我觉得我有可能会被包抄。欸，他不会马上反击，我以为他会跟着反击，因为以前玩战略的都是一人一打，一人打一次，一人打一次这种。快转，快转，快转！这个地方就可以快转。Shall we begin？ 快转，好，疗术师上前，然后再来是盾士。我觉得盾士作为一个肉盾，应该可以杀到最前面来。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侧边攻击他，攻击他，我们再选我们要面向的位置。Where was I？ 学者是法师，法师应该可以到这里来。Allow me. 魔法师到这里来放，放魔法，先不放。我看一下，火抗性的，好。这时候他们要是有法师，一定会打得很爽。如果我到，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啊，我应该下一个就换敌人行动了。哎，还没。下一个还没，我想一下啊，如果我先到他后面打他，伤害也没有到很深，但我有可能会被包抄。六四，好，把他打起来好了。好，现在换罗兰。哎，我可以进行攻击两次，赞。I feel stronger already。我升级了，面对这边，然后如果我到这里来，可以用二段胡子哦，二段胡子只能打一个，这个是四五八四，二段胡子的攻击力最强。我看一下，如果。我罗兰杀到他这边来，应该可以吧？For my kingdom！ 喂，我不是要打他哎、欸！哦哦，哇塞，他可以顺势哦 ！We win！ 哦，顺势攻击，顺便打别人，有这种哦 ！This battle is ours！ 哦，赤猴，赤猴，赤猴飞到高的地方，弓箭射。哇，他有好多惊喜哦！啊，被他捞到后面，而且又是高低差，哇，天哪，四十 ！There is no mercy on the battlefield。看一下，隐身魔法，罗兰，救罗兰啊 ！Splendid。哇，没想到枪骑士他这个就是这么的微微的，比想象中还要脆弱啊！糟糕，要从后面，不要打，不要，不要 ！From where shall we strike？ 好，现在我可以从你后面打你了吼 ！On your charge！ 在 ，Now！ 哎，剑没杀死罗兰，太烂了。OK， 来吧。
I shall do what I can. 聊术师哦，聊术师来吧，终于来了。玩这种最紧张的就是这种，就是会觉得哦，完了完了，我好像要输了。Nice. Thank you. Thank you. I'll take you on. 顿时，顿时。冲撞2652，拜拜。Time to die. Time to die. I will end this. 看，够吗？够吗？可恶！好打我！哦，有战利品哎！我看一下哦。选择指令时，目标不善于应付的攻击会出现弱点符号，什么意思啊？目标不善于应付的攻击，哦，了解了解，来自后方的攻击必定是暴击。哦，原来进行物理攻击，若有能从反方向发动攻击，哦啊，但怎么不早一点出现啊？Now, to work. 先往前面走好了，那个交给老师啊，老师死也不会怎么样。My turn. 这边可以下去耶！哇，这里竟然可以下去耶，酷耶！啊，可以干嘛？Battle is ours. 赤红。Allow me. 然后，他们应该打不赢你这个老师吧？哦，包抄了。Nice try.Careless of me. 老师被包夹了，我好像还是应该去救他。I see a path to victory. 老师绕跑了。我靠，超强的！我要去剪尾刀，我要去剪尾刀，我要去剪尾刀。战士攻击最强、欸，其他我这边其他的都偏弱哎、欸。Your orders. 密探。密探隐身还蛮不错用的啦，还可以攻击两次。My turn. 罗兰到这里来好了。The hunt is on. 哇，这样等于会不会背对敌人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哎、欸？鹰击是什么？哦 ，OK。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习得了凤影剑，凤影剑。I shall do what I can. 聊术师，回复魔法。Thank you. Come at me. 顿时，这个肉盾感觉就应该要在前面挑衅，好，挑衅他。哦，他是大范围的，来吧，打我吧。I love the battle. Now, man, to work. Back at you. I shan't hold back. 弹哦，哇塞，天哪，超强。That went well. Too slow. 剪到尾刀。
I'm a fool. 哦，天哪！ I see a path to victory. 哦，我看一下啊。We'll get him yet. Allow me. 魔术师，连击魔法 ，weak。哦，这个意思是用这个攻击他。哦哦，对他来讲是 weak 啊。哦，他们是怕火的。哇哦。啊 ，weak 是指敌人是弱。OK。That hit the mark. 啊，密探。还在隐身吗？哦，我还在隐身。我看隐身是两回合。哎，他哦，来打了！哇，糟糕，这个高低差，冰剑，哇，才六，好险。后面嘛，后面打，六十八四六十，拜拜。哎，没死。This battle is ours。哎，我可以上去哎。哦哦哦哦哦！神武剑六二五二，哇哇赞呢！重伤者暴击，哦，完了！哇，他还把我打推耶 ！On my honor as the dawn speaks, too slow. Yeah， 感谢老师。疗术师，我看谁写哦，这边没有办法看到谁写，比较少。应该要可以在他那个名字下面加一个血量，感觉好像会比较好。这样我可以看到谁需要回复。You won't beat me. OK， 行动！竟然敢背对我 ！Hurts, don't it？ 我想一下哦，我是不是应该？面对他比较好。I shall try my level best。战术师，战术师，下一回合是谁啊？哦哦，有有有，下一回合是他，加他，然后移过去让他打两回合。For the future of House Wolford。OK。So it falls to me。哎，怎么是这个学者？学者可以用冰冻魔法。哦，他也是怕的。但 yes, very effective. 开门。It's open. 哇，敌人又来了。Don't let them escape. Come to the royal family.Protect the prince. No matter how many come, our we've overrun the bridge already. Ready. 绝技不消耗单位的回合数，可随时发动。同一场战斗中，每一种绝技只可用一次。哦。选择第二个指令。哦。我不要。休息。Defeat is not an option.Allow me. 魔术师嘛，打死你！哇，他地上还是会冰冰的，刚刚那个。
哎呦，好险 ！I won't lose。啊，Take flight. Hey, 那谁可以上去打他？战士可以上去打他吧？后面又多了。I shall protect you. I shall try my level best. 战术师，好多职业看起来都超级还好，没什么作用。My turn. 可以上去吗？哦，可以耶。就行啊，沉睡。真的会爬楼梯。Yes。Sound strike. This will prove useful. 飞檐走壁。Let me heal your wounds. 谁需要恢复？Knowledge is strength. 大回复魔法，大范围回复魔法，赞。You won't beat me. 人是一定要冲前面的啊。Ah, impossible. Nice try. Where was I? 老师被围攻了。学者，学者是冰的吗？算了，不要好了，还是往前。留谁过去啊？应该留赤猴过去就好了吧。For the honor of House Wolfer. For victory. The hunt is on. 赤猴比较会飞，让他可以去那个比较好。哇，你射我攻击力很低。Let me show you what I've learned. I shunt. I will end this. 飞檐走壁什么？移动至高低差数以内的相邻格子。哇，好厉害哦！先杀了他再说。This is the end. Let us pry out their weakness. For victory! Time to take flight. Defeat is not an option. I shall do what I can.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可以加速，真的，可以加速，真的蛮方便。Time for some research. 这感觉掌机模式应该蛮适合的。I shall protect you. My turn. That went well.欸，我来用看看他的飞檐走壁好了。哇，还是高低差而已哦，了解了解。Me too. I fight for peace.I see a path to victory. 看一下，应该无锡增加罗兰太郎。Do my best. 我发现有一个打法还不错哦，就是你可以，如果你觉得它的节奏真的太慢，你其实可以按住 R 来玩哦，还蛮不错的，按住 R。60、84、60、84、45，那我干脆就直接杀上去。Time to take flight. 高低差来。
阴极哦哦，所以他其实也是可以近战攻击。This bout is mine. From where shall we strike? On your guard. Leave it to me. Yeah, 在。Let me heal your wounds. 大范围回复魔法。My apologies. You won't beat me. Bye bye. Die. So it falls to me. My turn.I shall protect you. Let us cry out their weakness. 模仿跟那个嘛，加你。This shall be a boon. My turn. Yeah, 哇，从背后打真的很爽。飞一下。Allow me.龙之极。This power will protect us. 连锁魔法。Forward. 接下来是骑士的。Maybe next time. Maybe next time. 给他打。This is the end. I shan't hold back. Let me heal your wounds. The tides are turning. I'll take you on. 盾级，盾级的话。Yeah. Now then, to work. 走到最前面好了，来，冰冻魔法。Most interesting. I shall try my level best. I won't lose. 背后攻击，哇，这样子不就可以两边都打到了？ Allow me. 哇，赞呢！The hunt is on. Forward. 再见了。Perish. To lead, I must grow. Congratulations. 获得战功点数31，获得四个 HP 回复药丸，金额160。The boat arrives. Come! Prince... You! Go! Leave this place. Never. Esfrost will answer... Your Highness! A shame. You might... So long as I stand, you'll do him. Sir Maxwell! My prince, you are a leader, and must...My friends of House Wolfort, I leave. Let me go! Release him to me, and there may be mercy for you yet. Tis you who should be. Must you do this?好了，哇，枪声快不行了。
Only a fool. I could not have said it better, my friend. 哦，赞哦！大绝招！How do you still stand? You were this realm. But today, your sons. 这个后面结果，这里现在看完，根本就是在看一场那个剧情秀嘛。哇，枪胜输了。And so it was that the once proud kingdom of Glenbrook did fall. Esfrost seized control of the Crown City, threatening to bring the surrounding domains under its iron yoke. Now the Archduke's army marches upon House Walford's stronghold, where Prince Roland is being sheltered by his loyal friends and allies.哎，竟然还有第七话，我以为他的体验版只会送给你第六话而已。哦，对，还有刚刚那个叫什么？那个支线任务嘛。但是现在好像没办法选主线任务了哦。哎，没办法选支线任务了，是不是？哦，好哦，那看来是不是第六话就要直接接第七话？这个支线任务刚一开始没选就没选到了呢？好，没关系。那最起码我们今天这个Project Triangle Strategy 的这个盲测试玩，可以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最起码我们先完成了第一话，然后刚刚也是失败了给大家看，然后还有很多东西看起来，整个战斗的指令啊，还有一些走位什么的，看起来真的是蛮复杂的、啊。那这个我们下一次之后再私下把它。实实在在的评测完，然后如果要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技巧什么，我们获得一些新的话，我们可以再做影片再分析给大家。那如果大家玩的过程中也有得到一些不一样心得的话，那绝对也是非常欢迎告诉我们。毕竟我们这种很久没有玩这种战棋这种菜鸡，还是需要大家多多帮忙啊，你帮我，我帮你的这种感觉。所以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盲测我们可以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如果大家还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给我们按一个赞。并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拜拜。